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国租屋2024的分享啊。咁我喺英國倫敦租屋咧已經超過一年啦，亦都經歷咗加租同埋講價嘅過程。今條片就同大家分享而家英國倫敦嘅加租情況，同埋大家如果租屋嘅時候有啲乜嘢細節同埋條文要留意嘅。首先第一條問題就係、是、今年業主加咗幾多租咧？咁我哋同業主簽嘅合約咧就係一年嘅，咁喺合約完之前嘅一兩個月啦，咁我哋就聯絡業主詢問一下租金嘅情況，同埋需唔需要做一啲續約嘅手續嘅。咁隔咗幾日之後咧，佢就電郵覆翻我哋，話徵詢過佢嘅地產代理嘅意見啦，參考咗而家市場嘅租金情況，就決定加我哋 10% 嘅租金。咁我哋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都幾震驚嘅，因為 10% 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加幅啊。咁跟住收到消息之後，我哋就還價啦，就還咗一個大概 5% 增幅嘅價錢嘅。經過一番周旋之下咧，我哋最後嘅租金加幅咧係有 7% 嘅。咁我哋睇翻新聞啦，倫敦嘅租金咧大概都有 10% 嘅升幅噶，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嚟租屋嘅話咧，都其實要預翻每一年嘅加租幅度咧係有 10% 都係唔出奇噶。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業主都加咗幾多租喎，點解唔考慮搬屋呢？咁當然，當業主加價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上 Rightmove 啊，咁樣睇下而家嘅租金情況嘅。咁咧周邊咧就確實有一啲同我哋未加租之前差唔多嘅盤啦，或者仲要平少少添。咁但係考慮咗兩個因素咧，我哋就決定續租嘅。第一個因素就係搬屋嘅成本啦。咁喺呢一度搬屋咧，我哋都系需要聘请司机同埋搬运工人咧，帮我哋去搬一啲家私啊，同埋家当噶。咁呢度咧，如果系同区搬嘅话咧，都要几百磅。如果有一啲比较大嘅家私啊，或者甚至你唔系住地下嘅，你系住二三楼搬屋嘅话咧，咁当然佢系会有额外嘅收费啦。所以咧，慳咗嘅租金仲要扣翻呢啲搬運嘅費用。舊屋搬新屋咧，中間你都會有重疊嘅時間嘅，即係你要俾兩邊嘅租金。咁通常咧都會至少俾一個星期去進行搬屋嗰個過程。所以咧個成本又會加咗幾百磅啦。加加埋埋呢啲搬屋成本，慳咗嘅租金咧都未必能夠 cover 到啊。第二咧就係要搬屋要做嘅事情實在太多啦。咁因為例如喺英國啦，我哋已經喺呢個區域 read 咗 GP 家庭醫生啦，同埋牙醫。咁如果我哋係要搬嚟呢個地方嘅話咧，就所有嘢要重新註冊過啦。另外所有嘅水電煤啊、互聯網等等嘅公司咧，我哋都需要聯絡翻唔續約啊，或者定係搬去新屋咁樣。在租屋入伙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份 inventory report， 就是写到明这一间屋在你搬入来的情况是怎样的。当你搬走的时候，业主都会要求你是要回复原本刚刚入来的样貌，即是包括例如有些油漆甩了啊，或者有些位污糟了啊，你都是要进行一个深层的清洁的，不然就有可能被业主扣了你的订金啦。那这些呢你都是要时间去做这些简单的整辑的。那加上要 pack 嘢咧，呢个都系非常之费时间同埋心力嘅一个过程。咁啱啱续租嘅时间咧，我哋系亦都有自己嘅行程啦。咁所以唔想搞咁多嘢咧，就决定续租啦。跟住第三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咁你哋而家嘅租约签咗几耐咧？首先，本身我哋个租约咧，之前咧就系签咗一年嘅。咁但系我哋中间有一个半年嘅 break clause， 即系喺半年之后，喺大家同意咗嘅通知期之内咧，大家互相都可以通知对方，我唔租啦，或者我唔租俾你啦，咁就可以中断呢一个租约噶啦。我哋 agree 咗嘅时间咧就系两个月通知。咁我哋而家完成咗一年嘅时间啦，就冇再签一个新嘅限期嘅租约。而家就行緊 rolling contract， 代表業主同埋租客咧都可以隨時中斷呢一個租約嘅，只要一個月通知就可以啦。咁好處咧就當然係個靈活性啦。如果我哋揾到間新嘅屋咧，就可以一個月通知就搬去新嘅地方啦。咁同樣地咧，業主亦都可以俾一個月通知你咧，就請你離開啦。所以大家喺租樓嘅時候都可以同業主傾清楚你嘅合約有幾長啦。個 break clause 想擺喺半年定一年之後，係咪想行 rolling？ 呢一啲條文同埋細節可以同業主或者地產代理去傾清楚。
因为刚刚可能来到英国一落脚要找屋呢，时间都比较紧迫的，未必找到自己很理想的居所。那如果你将个 break course 放在半年，那你就可以有时间去物色一间你喜欢的新屋了。可能后来你找了份工是离你本身的屋比较远，那如果有了这个 break course 早一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根据你工作的地点去换个新一间屋，而不需要等一年之后你才可以去换屋了。陆陆续续都会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英国要找楼又或者要搬屋，有两点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。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位置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揀楼租呢，我们都只是看那个租金啦。刚刚来到英国的新手租楼的时候，很容易忽略的费用呢就是市政费 Council Tax， 那就好像 Greater London 那样啦。我们这里就有33个市政局的 Council 啦，那每个 Council 收的费用呢都是不一样的，即是就算是同一个 Band B 的单位，有一些 Council 特别便宜，可能就是收800磅一年，有些 council 就特别贵，可能是 over 2000磅一年。有些位置可能它的租金贵一点，但是它的 council tax 是便宜一点，跟你的租金便宜一点 council tax 贵一点，加上个成本可能是差不多。大家除了考虑租金和交通的费用之外，都要 check 一 check 个市政税。另一个要留意就是 EPC rating， 它通常都是反映整间屋的能源表现的情况。EPC A 呢就是最好， EPC E 呢就是比较差啦。有趣的是伦敦这几年都会有一些日子是特别热，去到30度，那如果你的 EPC 很高，它就会帮你的温度锁得非常之好啦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住这些 new build 在这些 heat wave 的时候都有需要开冷气的。我住在一些旧楼，那 EPC C 得啲嘅啫，喺夏天嘅时候就反而都几凉，就唔需要用到冷气，当然就有代价噶啦。咁冬天嘅时候咧，我就一定要开暖气，而 EPC 高嘅唔开暖气咧，都会非常之暖，又悭翻唔少暖气嘅费用啦。咁今次嘅英国租屋情况2024嘅 update 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我觉得英国喺租屋方面好多条例都同香港有啲唔同嘅，咁所以都要啲时间适应。不知道大家在租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千奇百趣的情况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租屋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如果我懂答我都会尽量解答的。而住在英国的朋友，不知道你们今年又被人加租加了多少呢？大家又对这一类的租屋生活分享有没有兴趣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